广播主持人齐聚大间谍，秀出他们的真面目喽！广播主持人都是人来疯，所以录音间关起来，因为大家谁也看不到，对，所以那哇哇，有点人脱衣服，哇哈哈，大家脱裤子，哎，以前还有一个鸟王玉林哥，对，你都是怎么主持？我的裤子脱的。飞碟 Johnny 啊，嗯，他放那个英文歌都会跟着唱吗？他会唱。那个 Virgin， 他的 Virgin， 你是觉得？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还好，我是那种逼听众会跟着我翻成中文唱，如果唱一遍，然后他们就要打进来，他们就整个都很嗨哦，大家很喜欢唱，然后唱像个淑女，我的淑女，还要自己在那演，知道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为什么广播还是历久不衰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广播是一种声音，对，而他们单单用声音就可以虏获我们的心，对的，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些做广播人到底长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他们。听说做广播人，他们声音好听，人就不怎么样，哦，都长得拐瓜的。那你的意思说，今天来了八位不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个迷思，哎，真的，他们真的是人长得帅，人长得美，声音也好听，其中也有不对的，对。名扬历史的广播主持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的声音跟长相到底搭不搭呢？除了前面三位来宾，幕后天团还有其他知名电台主持人一同亲临我们的现场，他们会爆出哪些广播的秘密呢？好来监督你们讲的好不好笑。你觉得你适合做广播还是适合做电视？我比较适合做电视，因为像我这么才华洋溢的人不该隐身在那个收音机的后面。所以你觉得他们没有才华的意思吗？没有，他们很有才华，他们可能声音啊，他们的口条啊，他们逻辑性很好，但是能够在电视的小萤幕面前表现肢体语言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些人用声音就可以把我们就可以迷惑，迷惑我们，包括弄得团队。对的，不过广播，因为这个时候谈广播比较尴尬，因为广播现在感觉应该是只有台风或地震的时候才会打开来听一下，是因为没有电。错，这就是为什么玉林哥消失在广播。告诉我，张明哥什么？告诉我，现在谁在听广播？也没有这么说。第一啊，哈，广播怎么讲？后面人家是有真的歪。真的有外国人，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外国人。U is U R 啦 ，U is 外国朋友。你会讲中文吗？如果 Steve G 可是 ICRT 的 DJ 哦。不会听广播，有谁在听广播？就说翻成中文，就告诉我谁在听广播。OK， 来，对。All right， you tell me who is listening to the radio nowadays？ 哦。现在还有谁在听广播？不是，我跟你讲，现在大家都在听广播，是吗？不是，大家都在听。不是只有那个运将司机吗？什么车？没有，而且很多时候有很多艺人啊，或者是圈内的人都在听。因为我每次走来走去啊，就会看啊，你知道你上次讲什么，我都有在听，所以我其实真的不能乱骂人。运哥，你以前做广播节目嘛，对不对？对对。那你的开场白都是？因为那个节目是这样子的哈，是那个节目。先要讲这个前提的，说大家听我的讲话的表达方式啊，我的那个咬字啊，一定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当过广播？你不要为了硬要上通告就说你做过广播。对啊，那是王彩华彩华姐在做，我不相信你做过广播，给我一份报纸，报纸啊，让我们了解一下，就说沈玉林。你来念一段那个时尚新闻，例如说 YSL 时尚大师，我们来听一看广播人哈，看你是做什么广播的，就是要字正腔圆，字正腔圆，来试看 YSL。YSL， 因为应该是卖药电台的啦。你讲对了，对不对？卖药电台不讲中文，没有，我要先讲我怎么进入这一行。对，你们一定很纳闷，说怎么可能？对，广播界凋零了吗？对啊，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念世新嘛，我念广电的，我们班隔壁班一个女同学就已经是广播主持人。哎呦，她有一次是因为他们老板要她去访问卖槟榔的老板，是，好那个单元叫做365行，是，然后她就哭跟我来哭上了脸，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敢去访问卖槟榔？我说有什么好不敢的？他说槟榔，他认为说卖槟榔都是流氓啊，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干什么？广播又没人听到，那你就来问我。没有人看到，对，没有人看到，是啊，那你就来访问我就好了啊。所以这是我一切那个养成我日后什么东西都要作假。荒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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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那时候我就开。
太巧了，是是，所以他就来访问我，就演卖槟榔的啊。我还跟他讲说，槟榔、红灰、白灰、双子星、天王星，我就是屁，对，然后还妙语如珠。一播出之后回响还不错，他老板也听到了，他老板说，哎，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独特？所以说那个这个槟榔摊老板是在哪里卖的？是，很好奇。那我那同学不会说谎，他就跟老板说没有啦，那是我们班同学。哎，那老板停顿了五秒钟，我那同学想说老板要生气了，说怎么可以作假？没想到老板说是你同学，对，是我同学，太好了，他是天才。那个他后来请你Genius，是，你今天不要一直绕英文后面。平哥，我跟你讲，你要找英文家教的话，哈 ，OK， 找你，可以找我。因为后来你他就请您去做节目了吗？然后他就把我找来，想看看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哎呀，相见不如怀念，不是一见之下突然觉得我妙语如珠。他一直要我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就到中广去帮我录一个节目。我说行吗？我讲话一点也不标准啊，然后也没有那种广播腔。AM 台嘛，对，不是是 FM 的。哦，所以我那个老板有先知先觉。FM 有卖药哦？不是 FM 的频道 ，AM 的品质。对，你讲的对 ，FM 没有。然后他就硬说我可以，然后要我自己那个想一个艺名。我那个时候的艺名都很像那种什么凌晨啊，什么什么那个琴琴啊，都诗情画意嘛。对对对。那当时齐秦最红，所以我就帮自己取了个艺名叫做沈琴。你沈琴红了啦？你沈琴什么啦？后来，因为我花了一晚上想的嘛，我就跟我老板，跟他老板讲说，哎，老板，我想好叫沈琴。哦，不不不，这个名字跟你的气质完全不合。是，我帮你想好了，以你的外形、你的样子、你的讲话呢，你叫阿郎好了。后来我就以阿郎之名，哎呦，主持的那个节目是高雄市政电台，是叫做《美丽新世界》，哎，就这样主持开来。哎呦，说实在，他们就是客气吹的，真的真的。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你们一定有那种开场开场白。原本的 Tina 是飞碟电台的当家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了飞碟联播网 FM 92.1星空飞行，我是 Tina。 哎呀，真的，一听就比美丽新世界好。没有，主要是美丽新世界可以，但是阿郎出来不行。美丽新世界它确实是一个很时尚的节目，它是骗这个片名哈，这个节目名称很时尚，但是通常在时尚的那个名字完了以后，后面就会剧情急转直下就对了。那我示范一下我们的主持模式好了，前面哈，因为来段嘛，来因为片名还是很时尚嘛，是欢迎收看《美丽新世界》。观众朋友，这款那个价了，你敢给吗？讲狗的该，讲猫的爱，讲给恁哥嘛爽歪歪。靠这样一个月收入多少？光靠电台哦，上亿一个月啦，怎么可能上亿？一个月收入起码百万以上，每个月就光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发片哦，发片很多记者，像黄老师可能发片就很熟了。以前很多人在发片的时候 ，AM 的那种主持人他们很团结啊，什么南北线啊，会串联，他们会串联的。所以呢，大家就搬一个板凳啊，上面都上板凳，然后呢，很多桌，所有的主持人拿电台的全部要坐在一起。然后呢，歌手一位一位的递唱片，还要再附赠小礼物。每一位主持人，谢谢你，谢谢你。对，你不乱得罪这些人哦，你只要得罪一个，对，你可能北中南的任何 AM 的那种电台都上不了。封杀。好，在场除了沈玉琳是 AM， 其他都是 FM 吗？都是 FM。OK， 来，我们还是要让每一个人哦，表现一下你的广播。来，是啾啾。高雄港都电台的气质就是我们的啾啾啦。回到节目现场 ，FM 98.3港都电台，舅舅。所以你是年轻人，年轻简洁派的。那你的听众怎么样？你收听你好不好？其实我应该算是圆圆的气质啦。你是他的气质，算他节目的气质。来，你来一段，气质都讲那么好听，看你来一段。我跟你讲，我要特别一点的，因为圆圆呢，我是南台湾小天后嘛，对，所以我一定要不一样的开场。然后我的开场是请到那个三角裤帮我写的一个 rap， 所以我要来 rap 一下，我的 open 就 rap。Yeah，come on，come on。Yo, every night, super 8, 9, 10 Party Queen DJ 远远 Yo, 这是远远的节目，转大声一点，港都新话 Yeah, 哎，闹牌，不管电音还是 Hip Hop 要就大声唱，港都新话 Yeah, 给你说话 Yeah, Yeah, 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港都新话要 So Yeah, Yeah。 这个开场好热闹，我们要不要听听原版的？我们喂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来。
大家好，我是 Stevie G, and I'm here to rock you with ICRT. Wow. Our show is The Club Beat, and if you want to dance, come on to The Club Beat and move your feet. Woo!喜欢 ICRD 暴露创的，你知道吗？那是景广啊，景广不是他们会有一个什么 East Roll 跟什么 South Roll，最好笑了。而且我们只听得懂这两个字，East Roll， 对，对不对？对，你有办法报一段路况吗？金先生可以麻烦你。Right now, the Huajiang Bridge going over to Banqiao is packed full. If basically anywhere in Taipei is a parking lot. 翻译一下，翻译一下。我基本上台北整个城市上下班是一个停车场。哦、oh, ，没有听到 East Road 不像 ICRT。对，花江叫 East Road。我不是做这种报告。哦、oh, ，不是的。我的节目全部是舞曲。全部是音乐，因为我是晚上的，所以你做舞曲要很嗨，你会跟着唱吗？对，啊，有时候，但是就是一定要很嗨。广播主持人都是人来疯，是录音间关起来，因为大家谁也看不到，对，所以那哇哇，有的人把脱衣服啦，不是啦，以前还有一个鸟王 Ron Stewart 会，你如果去开我们的那个视讯，我们 ICRT 都有视讯可以看 DJ Ron Stewart， 因为他很喜欢练身体。他身材很好，他主持节目，他上衣会脱掉。所以其实他们不单是声音，他们也有视讯。对啊，你以为只有那一个人上衣脱掉吗？玉林哥，对，你都是怎么主持？我是裤子脱掉。谁要看啊？今天还漏了一个人，豆子啊，豆子，你是什么样调性的广播？比较是属于晚上那一种谈话加娱乐。风趣的豆子可是我们中广流行网的主持人啊。内容比较是属于，因为半夜其实你知道有很多很无聊的人，他就是可能在看书，可能在大夜班这样子，所以说可能就是你打电话进来 call in 聊天，然后点点歌这样子。都聊什么？有聊过什么最无聊的话题？就聊他们家狗怎么样，就聊很多那种莫名其妙。对，一祖宗八代还有生小孩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听众朋友聊狗怎么样，那就算了。我们曾经有一位广播的前辈啊，他家狗死掉啊，然后他可以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完全一个月全部都在聊他家的狗。就这样聊一个月，而且中间没有任何来宾。这种节目最具代表性就是那个光宇的嘛，是是。我每次我真的受够，光宇没那么呢喃，停止那个节目好吗？为什么你不讲？光宇是受够的节目，是他家的谁啊？怎么每个听众打进来，好像光宇是，好像是他哥哥，他爸爸光宇。哎，光宇啊，你今天去哪了？你现在打电话我家，我是光宇。来，光宇，你是谁？你今天去哪啦？你是谁啊？吃饭了吗？我是谁？你不知道吗？听众真的很爱问这个，你知道我是谁吗？对对对，你忘记了吗？我是那个啊，说哦哦哦，你是玉林啊？哎，晚上会走过，奇怪，光宇都会知道那个人是谁啊？对。好，玉林啊，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要 call in 进来？哎呀，你失恋了，跟妈妈的感情怎么样？跟妈妈感情？跟妈妈的感情失恋？你讲的是乱伦？失恋不是，因为光宇他会聊很多那种感情内心世界，然后大家就会把心打开。因为他们讲的很夸张，我听过一次最好笑的那个 call in 是那个观众打电话进来，那意思是说他们家的性别好像都比较错乱，然后他意思是说他们家的，因为他们家就爸爸其他三个兄弟嘛，爸爸家三个兄弟都喜欢男的，我一直有一个喜欢女的是他妈妈。那主持人回答什么？主持人也是跟他有，也是就说啊，这个性别错乱是现在文明的产物。其实呢，你应该扮起火车头的角色，然后去辅导你们家里面，也是可以讲的跟这讲的。所以你受不了，还是有继续听嘛？为什么呢？那个节目就跟分手擂台一样，就是你觉得很荒谬，但是你就嘴巴听完了，很奇怪，那你就中毒了。不是有的广播人好像要喂药一样，他很陶醉，你知道吗？你放歌曲就好好放嘛，对对对，啊，歌曲，就有人会最受不了当中。啊，他跟他一直唱，你知道吗？然后到底是要听歌，然后最受不了当中呢？受不了是谁呢？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差不多刚毕业那个年代，黎明柔，你就好好主持嘛，你干嘛？哎，我呀，你在干嘛？黎明柔现在还是有下去吗？现在还有，我有他们。
有在主持，他没有在主持，可是他还在，还在。哦，所以你觉得林明柔那样不 OK 吗？对，就是太 over 了，对，太 over 了。哎，其实我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飞碟的 Johnny 啊，嗯，他放那个英文歌都会跟着唱嘛，他会一直唱。有哪个 Virgin？ 他在那边。我知道你是觉得。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还好，我是那种逼听众会跟着我翻成中文唱。如果是 Like a Virgin 的话，我就会逼他们 call in 进来。我还有开一个单元哦，就是英翻中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唱一遍，然后他们就要打进来，他们就整个都很嗨哦，大家很喜欢唱，然后唱想不出女人。哈哈哈哈哈哈！我的想不出女人，还要自己自演，你知道吗？还有的主持人跟着唱，跟着唱，跟到失心疯，还在那边学那个刮唱片的声音，有没有？很想跟着。我觉得沈玉琳来弄这个好怪，他好不是这一挂的人，但是他也是真的是广播的趣事太多。哎，说实在，广播这些人哦，对啊，靠一张嘴，不是有很多东西其实哦，那个话题很无聊，但是他们能够把死的说成活的，真的有吗？现在的听众算是很厚道了，哦，以前的听众啊，他打来的时候，他那个才莫名其妙。以前的时候，我曾经在地下电台待过，是。然后第一次开放地上电台的时候，那时候在全民广播电台，哎，我等人家打电话进来，一开始打通了，就是哎。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嘛，只有 BB 扣啊，啊，我让卡给亚我，就有这种啊，我让卡给亚我，那你就莫名其妙啊，那有人打电话进来就说，飙脏话啊，就来三个字，叉叉叉，然后就挂掉，就这种电话很多以前啊，现在都不会。然后现在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过滤电话啦，然后所以出来的都是好的，不一样。人家会帮你过滤，我都不行哎，我就直接接起来，然后我接起来。不是因为你要的都是那个疯子啊，对不对？你要过滤你。而且像直接接，像我们通常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聊天啊，有时候其实应该是说主持人会帮听众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像我后来我真的承认了，我是一个还蛮会制造问题给人家的，所以每次就是人家一提到什么，我就会离题啊。然后就自己就会开始讲了，像我上次讲那个最严重的是，我就拜托那个在高雄的听众，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天气很热的话，麻烦他们就是到路上啊，就柏油路上面，然后煎个蛋，然后看他要花多久的时间可以那个就是熟，然后我就花了一个小时时间讲这个事情，就后来就一堆听众开始跟我很无聊讲说。哦，我跟你讲，其实我拍下来就后来真的都没有办法熟，哎，我就是会聊这种事情，你知道吗？真的煎啊，他真的去煎，对，他真的有去煎，然后还去把它拍下来。然后像我就经常，我比如说我随便问一个问题，我就可以撸两年。然后我随便访问一个人，我就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寂寞的相反是什么？我知道，莫吉。不是，还原吉耶，莫吉。合作过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合作过，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做半夜的节目，我那时候半夜节目是因为四个小时，所以我真的每个东西我都乱做。我曾经还有做过，因为我想要当知性的主持人，想要当一个光宇嘛，然后我就想说半夜你知道吗，大家都一直不相信我是知性人，所以我就干脆拿那种心灵鸡汤，真的是心灵鸡汤，好书哦，我就跟像他们这样搭配，他们就坐在我对面，然后我就才放一个那个 disco 球在旁边，他那 disco 灯真的超正的，你一进来要半夜，他那灯是会转的，还会这怎么讲，就是那种七彩霓虹灯，对对对，想转哦，可是又看不到，你放那干嘛，就我自己爽啊，很爽，精心安排，没有人管我们啊，然后我就这边开始拿书，我就说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马上来听到这一段故事，我就开始，我就念一段，而且我念一句他就要讲台语，就是到最后呢，我就会说，讲完之后我就说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可以赶快进来0223639955，赶快来告解一下，我们现在马上，然后他们就真的打电话进来哦，然后就会说，哦，我听到这故事之后，我得到心里面的那个什么救赎什么的，我就说哈利路亚，孩子，你现在终于救赎了，救赎了，他们就然后开始唱哈利路亚，就自己在那边乱玩，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玩一整个小时。我那四个小时节目就这样过的哎，我觉得 Ruby 很棒啊，怪不得你在广播那么受欢迎。可是你上电视以后，会觉得电视比较好玩还是广播？我是两个同步一起在做的，因为我是发片的时候才变成广播人，所以我一直其实都有在主持两个。你有出过专辑吗？有出过专辑，有出过专辑，还很多人点哎。Go on, 我不喜欢。歌啊，对啊，我不是他。哎，连你都听过，而且很有名啊，很有名啊。Ruby 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放他以前的歌给那个给他听。哦，不要放！我现在很常被点，对，超
现在还是很常被点的，尤其我不是他那首超常被点，真的嘞。可是做广播可以这么随心所欲啊。在某个程度是随心所欲啊，我们是从头到尾 NG， 就是从头 NG 到底。但是我觉得他的特色就跟王牌大间谍一样，我们也很随心所欲啊。不是这那都没有一些，比如像我们收视率调查或者什么，就是收听率没有收听率调查，收听率那种调查也很不客观，也没有。我有惨痛的经验，对呀，因为收听率怎么调查？对对呀，你完全只够凭那个一般听众事后的记忆。像这一次呢，我在我们广播收听率调查呢，以南部来讲，因为我们是南部电台，然后据我所知是它在一个三个月当中，我们是一季一季，三个月三个月，三个月出来一次，对，三个月出来一次是一季的。然后呢，我知道他们是取样400个样本，然后才有收听率，所以其实它真的。哎，我来讲一个收听率调查的故事。哎，我做过一年的广播，那我先我讲你的开场白是什么？没有，我那个广播是非常知性感性的，长奶奶大家都这样讲，刚刚性知性也来一个 rap， 没有。他在那柏油路煎蛋也很知性啊，对啊，真的。点啊，要不要阿明老师给你节奏？不要，阿明给我一点那种很感性的音乐。那我的开场很棒，华贵牌又来了，任性香啊！我的开场是说，在地球上最高的建筑是音乐，就是。我心跳。关将手。哎，这像你的风格哎，超像的。阿明怎么知道我那时候的开场音乐就是这个？就是没有，我的讲的就是说，如果音乐也有高度，那请收听黄国伦最高音乐高度的音乐一零，收听率怎么样？停了。我要讲这个惨痛歌，我讲的不是夸张的。我们那个电台叫东森广播，现在停了。嗯。东森广播那时候他们的普及率很差，就是听不带到很多地方，你只要出去台北市就听不到。我做了第一季，每天call in都是满的。我想说，我的收听率出来，应该可以跟老板邀功。对，收听率是零，真的收听率是零。那一天我拿到收听率的时候，我整个沮丧。你知道我是现场节目吗？我就放一首歌，是 Pink Floyd， 叫做 Is Anybody Out There？ 你还在吗？我就放这首歌，放完以后，你要广播要有音乐跟讲话要，我就放 Is Anybody Out There？ 然后我就开说，有人在听吗？如果你有在听，请打电话进来。放鞭炮。但是我跟各位讲，真的两个小时无限没有停过。他们打进来，他们有些人愤愤不停，他说黄老师。我们是人，我们在听，我们真的有在听。然后是每一个打进来说：“黄老师，你加油，我们真的是人，我们不是鬼，我们真的有在听。”但是收听率是零，是蛮常有的事情。但你还是一个零而已。秦伟在那个 ETFM 做过啊，是他比你还惨，他比零还惨，因为他是0.00。那个两个。请问你的差别在？他比你多两个零。最后我就开始说，哦，我们节目只有18个人听。然后就后来就是我每一次发现啊，有很多的听众他们觉得说，哦，我一定打不进来，所以他们干脆不打。对。就我后来想到一招哦，就是只要是我一开始说，哦，0223639955打进来的时候，就没有满线的时候，我就说。OK 啊，那真的只有18人在听啊，就算了，就不要接了，然后就会啪很满，这样子、啊。有时候你要跟观众塞奶，有时候我就会说，快打嘛！我们节目有做的那么烂吗？大家如果觉得我不今天不适合做广播，就不要打电话进来，啪，全部门线。对，真的。他打进来只是会告诉你说，哦，有，真的很烂，不要再讲了 ，OK？ 可是他也真的在听啊。其实我不太喜欢接电话，你有很真的很多。怪咖，不是你也不喜欢接电话，你也不喜欢报路况。你的节目，我不是不喜欢报路话，因为他自己喜欢听音乐。没有，因为我的节目全部是舞曲，那有的地方是我自己混的，所以其实不像常常有人打电话进来，比如说你好，我是阿郎，色狼的狼。好委屈，或者是有人我的节目我也会送一些夜店的票哦，然后我说 OK， 如果你想去什么某某的夜店，是，那你现在就可以 call in， 那有人打电话进来说，哎 Stevie， 我听你的节目2年，我可以点那个 I can't get over you 吗？这是一个很慢的抒情歌，那我很想
你听了两年，那你不知道我全部是舞曲吗？我当然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会觉得哦，或是有人会打电话进来，那现场啊，因为跟他一样，我们没有人帮我过滤，我晚上一个人在电台，广告啊什么全部是我自己要控制。有些听众很聪明哦，就是如果说有人过滤的话，他们现在越来越聪明，就是他们知道说，假设我们今天的讨论是说男人到底喜欢长头发还是大波女好了，那我们可能要接某一种人这样，然后就有些人想要硬要来聊的话，他们就会故意透过那个什么就是接线声啊，就会跟他讲说哦，我要讲这个，对对对，我是要讲这个，就其实上线他讲另外别的事情，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办法解决，怎么办啊？把电话线拔掉。No 不行，人家打电话进来，然后真的开始讲一些就是乱讲话，我就啊啊。按掉，然后断掉了，好可惜。好，下一位。没有，所以为什么你们啊，都一直打不进去啊？不会，不是，那因为你看哦，每天晚上都搞得这么嗨，这么神经病，对于你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对呀，会不会不能？白天的生活讲话会变得很夸张。有啊，我觉得像我觉得很冤枉，因为我本身声音听起来就很有精神。对，所以像那个其实光宇哥之前就有一次让我很心碎，因为那个时候他做半夜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他嘛，是，然后就其实有时候那种交接的时候他就看到我，然后就跟我聊天什么，就有一次我真的大感冒发烧到很严重，就后来我就自己坐在面，而且我是真的是就是整个这样头这样哦，然后就后来就他就怎么啦，你怎么啦，然后我就说，他私下聊天也这样吗？对，他是这样子，他是这样的人。他买东西来请大家吃，来东西很好吃哦，来个包子吧，就还是很温柔，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你怎么了？我说哦，我现在真的整个大发烧。少骗了，你的声音这么有精神，赶快去做咯，然后就赶快就跑掉走，然后就很心碎，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很可怜。说到光宇，光宇算是广播界的传奇人物，天王，而且说在很多人想看他本尊根本看不到，他好像被拍过一次背面嘛，对，但是说在他非常神秘，而且他的哲学就是他完全不要出，他只要出声，可是他因为大家永远对他有个幻想，对 对, 对、啊，大部分的广播主持人啊，就是他的声音跟他的外表的那个美丑啊，真的都是成反比的。哦，声音越好听的呢，奇怪长得就是越丑。然后，只有你是陈正利。也是陈正比，因为之前我那个时候还是他的听众，我很小的时候当他的听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声音哇，好好听，很像范晓萱哦，你不信把他脸遮住，然后叫他长喂，真的很像范晓萱，然后过来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没看过他，过来有一次他外场活动，我就去找他，我就想要看看他的真面目，就我就怎么长这样，就因为他那个时候不会难过吗？有一点会心碎吗？那个时候我还是听众，你有想过玉林哥的听众吗？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玉林哥，我那时候还抱着捧花这样去要见他，就花就收下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啊，对，因为以前不像现在很多广播都明星化了啊，所以观听众很容易知道他们是谁。是谁？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完完全全因为只有三家电视台嘛，所以完全你只能隐身在真正的幕后。对。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到听众的来信哦，哇，那个听众来信写些什么？哇，不得了，他就是会很直接的表达他对你的爱慕。那时候几乎是不管是来多少封，我们一律都会亲笔回信。只是很奇怪，因为可能我们字比较丑，回回去以后就没有，他就没有再回过来过。玉林讲到一个重点，广播听众来信常常收到来信跟礼物，对，有没有收过那种很夸张的来信或是礼物？他可能就寄来的时候，就是他有多爱慕你，然后就是想说每天都要听你的节目之类的，然后附上他的 manpower 的照片，对对对，就他自己就哦。玉林哥有收到 manpower 的照片？我没有收过 manpower， 但是我收过女性的用品，就是。那还好。女性给你，他送给你女性的用品，不是女性，不是女性的贴身衣物啦，那是一个女 fans 送来的。用过的吗？玉林哥，那是招魂。后来那时候是农历七月，我就把挂在钉在用毒用一根钉在门口，对对，然后挂在门口，对对。所以我觉得是男生比较恐怖，我觉得男生的听众会比较恐怖，他们会真的太疯狂了。我记得我之前就有讲过，说他们会把那个自己，就因为他把你广播主持人当成是每天他跟你谈恋爱了，所以他就会觉得你是他女朋友了，所以他就会做一些。他认为你是他女朋友的事情，比如说听你的声音，然后一边对，真的，对啊，真的，那个男生，那他会寄什么到电台来？卫生纸啊，卫生纸啊，这样也好，因为最近卫生纸涨价了嘛。但是问题是，
是演员还要先晒干卫生纸。是有粘稠不一样，像 Tina 或者像光宇这种，可能声音比较好听的，然后可能你对他有很多的幻想，会记到会收到这些礼物，那是很正常的，你觉得逻辑很合理嘛？对，我那种做广播其实是非常疯狂的，根本就跟你朋友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这种讲话的方式，我还曾经收到过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什么？阴毛。对，阴毛，我是寄给你我的胸毛。你的胸毛有 QQ 的吗？胸毛有一点了，有一点，它没有直的。因为广播这是声音的艺术，其实我跟你讲，一个人听声音啊，他不知不觉就会被催眠，因为声音，我们人的所有的感觉从声音进去。嗯哼，还有人打电话进来说，我每天要听你的声音才能入眠，睡觉。哦，那你这样讲，林美照才应该去做广播啊。美照姐，可是他们听到声音会睡不着。对啊，我就是这样，我就被人家嫌说听我声音睡不着，因为我就是半夜的节目，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到6点，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说，哦，你这样其实很害我，哎，就是我每天就是会有黑眼圈，真的，为了要听你的声音，对，一定要听你的声音啊。对啊，是你听你的声音睡不着，听我的声音，听到我的声音就是迟到。早上的，听到啊，完了，来不及打卡。但是我要讲，现在的女生啊，其实她在送，刚刚说是男生送，对不对？那女生在送男主持人，其实她有的礼物，现在时代也不一样啊。以前我在单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早上6点的现场啊，那时候很多学生听嘛，对，他会从电台节目当中听到说，哎呦，我喜欢吃手卷啊，我喜欢吃什么啊，每天早上。买手卷来给我吃，哎呦，每天早上送早餐，吓我一跳，我以为他把自己卷起来，卷成手卷，然后送到电台这样。想太多，我喜欢这个手卷，是。然后呢，送到一个段，我说你不要再送来了，不要这样子哦。然后呢，他说好。然后在别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生日，就改送一个男性内裤的礼盒。以前是这样子在送，然后到现在我想说我都已经结婚有小孩了，是现在女性的思想可能不一样，就能写信来说，我可以做你的小老婆吗？我好喜欢你哦，但是你只要不要跟你老婆说，我都可以接受，就算你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关系。哈利路亚。那我们广播界哦也有大小牌之分，当然了，有。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大牌可以大牌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现在的主持人哦，其实大小牌已经没有说落差到这么大。这么大，以前哦，在10年前，像罗小云、郑怡那个年代，哇塞，那个时候啊，所有因为他们那种，比如罗小云下午的时段，郑怡也是一样哦，所有的人要来上他们的节目哦，那个对他们的毕恭毕敬的态度，宣传带着歌手来上他的节目，宣传是要进去拿着司机双手奉上，谢谢罗姐哦，麻烦你帮我播歌，谢谢你的照顾。然后有时候你在某些美感没有让他舒服的时候，他某些主持人啊，是他会把司机直接往门外丢啊，啊，你不要来上，就丢出去了。以前是到这种程度，然后再大牌一点的啊，他们是比如说唱片公司要办记者会，是发片记者会，所以他可以跟你说，像我们现在的程度是说。你要找我们主持，我们要来配合活动的时间，对不对？对，他们不是，他们说那你的时间什么时候有空，我们来瞧配合你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常常是下午，比如说为了这个大牌主持人时间12点钟，好，他有空先办某某某的歌手记者会一场，然后因为你在这里办呢，所以紧接着2点钟你还可以再接第二场，对不对？为了你，所以我们就在你同样一家饭店隔壁。再订下一个包厢，然后你马上再转到这边，再来主持我另外一场记者会。以前的大牌是这样子的程度，因为那个年代广播呼风唤雨。那昌明哥他会像有的大牌一样指定梳化妆吗？广播也是要梳化妆，广播主持人跟电视一样，就是说他们也是有辈分伦理的。对，以前我们也曾经那个年代也偶尔有时候跟，其实不是很知名，但是他就是辈分比你高。哎，他主持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主持的时候呢，他就有点像我们电视上的一样。我记得以前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那个可能辈分比我们大很多。你稍微讲话他听不懂，或者比较出锤的啊，他就当场跟你翻脸。就比方类似说，他当主 key， 有一次访问林慧萍，是啊，那林慧萍刚出道没多久，然后今天欢迎啊，这位是那个我们那个即将诞生的巨星，那我们一定就会接两个说，哦，是乔洋吗？你讲什么东西啊？大小牌有跟薪水有关，广播人一个月的薪水平均大概多少？低。好，有超过50000的举手。这你这样问，大家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还有周边像主持活动啊，50000其实还不错。10万高不高？
还可以哦，不错，二十万高不高？天价，天价多哎！我跟你讲，当初我曾经有瞄到那个人的薪水，大牌主持人一个月。可能吧，他有兼卖药吗？我跟各位讲，真的，他应该是有囊括商一些商榜之类的，就是这样的钱，我吓呆了。这个钱很高吧？很高，这已经算是电视主持人的价值。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大小牌差那么多，小牌三万块，他拿到五十万。小牌三万块算高的，好不好？对啊，我可能一年才去刷一次本子，哦，有多少？小牌到什么程度？多少钱？我曾经做，我刚出道的时候，我曾经做过带状节目，礼拜一到礼拜天的，一个月拿5000块而已啊。哇，带状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月5000块，这样子哇，石英哥，那我刚入行18000还算高的。上电视要梳化妆嘛？去录广播，他也不需要搞成这样嘛，对不对？那你们是不是都有看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有看过个天后，天后怎么样？会认不出来吗？是就是皮肤状况比较差，因为他平常啊就是都涂得很厚啊，但是我看到之后怎么会这样？他就是这个月球表面，跟很多歌手或是艺就是主持人啊，在电台就是夹个鲨鱼夹啊，就没有化妆嘛，是不是？很害羞，对啊，所以就像在家里一样吼。也太像家里了，我承认。牙刷都准备。但是这样，玉林像有时候会刷牙。主持广播的时候也穿很随便嘛，穿拖鞋吗？当然了，因为反正他没穿。对啊，因为他要视讯。像我们电台好，我们电台是进录音室是不用拖鞋，像飞碟好像是要拖鞋。那有很多人，譬如说像是某大牌或某天后，他们可能就那一天下雨天，可能在外面鞋子已经变得很臭很臭，然后就有你们台的人跟我讲过，真的妈臭的呀，臭的，脚还湿湿，然后走到地毯上面还有那个鞋印这样子。下一个进去的很可怜，那个鞋那个脚油有没有卡在地毯上面？没有，三个月都除不掉。还有那种脱鞋子啊，就是。你知道那种一群臭男生乐团什么的，对，然后就他们就你知道又访问他们，然后整个录音室要关起来嘛，然后就一面访问一面觉得好痛苦，因为那个是那种就是酸的臭味，你知道吗？因为他可能就是一整天夏天，然后整个就是闷在里面，然后就是进我们录音室一定要脱鞋，那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我真的好专业哦。遇到什么口臭的因为很近，距离很近，受不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是遇到客户，那可能是南部的关系，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感觉有一点老阿伯的那一种的客户，然后结果他的嘴巴很臭，那可能又有嚼槟榔还抽香烟那种味道。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你好你好，但是你的椅子是这样越越往后面到后面，然后他用过的麦克风也会跟着臭，对，然后像喷清香剂，不是，他整个就很奇怪哦，你就明明知道那个麦克风一定很臭，对不对？但是完之后呢，就很贱，就又很想闻。真的被你坏了，心上到有。我觉得玉林你有被虐狂，会啦，都会这样。我们来讲一下录音室的糗事好不好？还有什么？录音室糗事应该一箩筐嘛。哦，有没有出做 live 节目出糗的？我有一次，那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说我自己控嘛，然后我觉得问所有的听众，应该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主持人直接说。不好意思哦，请大家继续听歌，因为我心情真的很想大便。没办法，因为没有音控啊。你是故意开麦讲的吗？没有，因为我真的歌那时候正好播完，然后我不能不讲，我还要等，然后马上，因为我就马上换另外一首很长的歌啊，我就赶快去跑去厕所，因为我那时候实在是就是麦克风有跟着到厕所去吗？没有啊，就是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控，对，像有时候还会选错歌，我明明就介绍这个，然后放出来明明就会变佛经之类，就不宜选错歌了，然后怎么办？知道，放错了，之后就啊，怎么干？选错歌是很糗，很糗啊，而且就找不到，就说哎呀，烦死了，怎么找不到 CD？ 然后就继续讲，然后就好了，那大家随便听一首，就很糗、啊，因为我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我之前也有遇过，就是那个，我就愚人节的时候，我一定都会玩听众嘛，就还有你好喜欢玩听众哦，就听众又好玩呐、啊，是，反正就是有一年我还真的请那种真的是录我们所有的片头那种专业的。录音人员，然后请他把我整个片头，我那时候早上十一点节目，他就把他整个改哦，因为我们有飞碟早餐、飞碟午餐、飞碟晚餐嘛，然后就我是十一点的，然后我就请他录说八卦在哪里，新闻在哪里，就在什么 Coco 掌厨什么，然后请听飞碟早午餐，就整个换了，就是4月1号那一天，然后就我一开始都说。各位亲爱的，好香哦！这个
我一直对音乐哈这个非常的有研究。我们现在来听哈这个周杰伦的歌曲《脱掉》，我就放那个就是杜德伟的《脱掉》啊。然后我说哼哼，我其实也会跟着唱《脱掉》，脱掉开始唱，然后就看一堆人打电话进来，一直狂骂，一直被骂。你干嘛要犯口水？唱周杰伦。不是他骂，是因为他知道是你吗？不知道，他们觉得电台。我记得他那一天啊，一整天他那一整集全部扮 Coco 啊，周一扣全部扮他。哎，我碰过一个最糗的事情，有史以来最糗。我们不是有气质吗？有时候我们是 live， 有时候是录音。录音就是我们，例如说他在里面录嘛，然后就说黄老师开始，我就讲说啊，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我们是这样。哎，对不起，重来啊，我这个笨蛋，再来。然后就一直吐槽，我就说我真是白痴。就那一天他的剪接晚上播，他没有把这一段剪，他弄错袋子，就现场现场我晚上有听。各位好，我是黄国伦，我们现在听一首，我真的是个白痴，是真的，我是猪啊，我怎么会一直错？然后你知道吗？现场我整个都青筋暴露，我就冲到录音室，我就打电话不通，我就冲到电台录音室，我说你怎么会放这个？他说老师不没办法，我们整集已经剪好，整集都是我是笨蛋，我真是一个猪，我怎么又讲了重来？再来一次，白痴，再来一次，很好笑。那一天收听率蛮好，大家都挺平常的。真的完全是突锤到一个极致，但是最糟的状况。但是如果现场发生的话，也是还蛮那个的。我们上个月那个 Madonna 刚出那个新专辑 Hard Candy， 啊 Hard Candy， 那个华纳有跟我们合作，在那个新义那个华纳卫秀那边，就是播他纽约的那个演唱会。是，然后那个是一个礼拜五，我的节目是礼拜六晚上。是。然后那时候他们是放错的卡放在我前面，然后说啊、哦、记得下礼拜五晚上一定要去华纳卫秀听什么 Madonna 什么现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看日期，我说哦，那是昨天的，哎，谁给我这张卡，杀了我吧，你这样。我就是故意的在那边，然后所以你真的要反应好很快啊、嗯，因为你一定会 NG， 像电视你 NG 的话，你可以剪掉。对，现场有时候是 live 的时候 NG 也来不及了，就是说现在有时候你是因为你是身体不舒服或者睡眠不足，脑筋混沌，你知道？嗯。然后呢，比如说上次有一次就是讲说啊，好了，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进入广告。然后那个汽车还是透过耳机跟我讲说，我们改歌了，唱歌播那个霍元甲。啊、哦，我说啊，那我们来听一下歌曲啊，来我来听霍元甲的歌。然后呢？听众马上扣音进来哦。霍元甲会唱歌吗？我要邀请屈原也来唱一下霍元甲的歌。这么说你是得罪谁？那可能就专门要来听的，要来刁你的。你就那天脑袋是混的，你知道吗？就啊，我说什么？我说霍元甲的歌吗？我怎么知道、啊？想完就忘了，你知道吗？哎呦，也会这样啊。其实现在听众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广播节目主持人有时候一定会突锤或出糗，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反而跟听众朋友承认说我现在在出糗，反而是合理，跟综艺节目一样啦。对对，譬如说像是你可能有时候 CD 会放错这样、嗯，那我现在的做法就可能说啊拍谁哦，棒丢啊，马上换这样。对啊，一定要。对，你也不要怕 dead air 什么。就已经就先讲清楚说我们节目啊，就是从头 NG 到尾哈，就这样子，就是先讲清楚。他们就会觉得很 OK。最后我要问玉林，你还会想去做广播？我不但想做广播，而且我最想服务的电台，因为一定要配我的专场嘛，就是 ICRT。好，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们异想天开，两个军苦口相亲。他们投资在你身上也不求回报，那也没有给你们算过什么，都供应你们吃住。他说缘分，真的在吃随缘啊，真的是。小时候就我超感谢什么，哎，我可不可以喊一下话？说了，老师不可能来包，他不可能找你，因为他都吃过这种，怎么会来？老师。